真的想，真的想。鹅吗？好香的。整理行李就知道我下去哪了吧？没有，我没有要去美国，我也没有要回香港。我今天呢要跟我妈一起去新竹。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很宅的人嘛，包含我是一个基本上从小到大都很少离开台北市的人，原因呢就是一个字，叫做懒。这一次呢，这边我们家有订商业周刊嘛，然后在续订的时候，他们就送了一个住宿券，拖了很久，我妈也没有找到谁可以跟她一起去，所以重责大任就落在我身上了。给大家很快看一下我的 outfit 好了，上衣跟牛仔裤都是 Uniqlo 的，然后这是一件就是 oversize 的衬衫，还有我的白色宝宝。我发现我把它的肩带调长之后，我更喜欢贝塔了，就很舒服的一个宝宝。今天要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我们的这个窗户一看出去，它就是一整片的草坪跟一路来的时候就是都是竹林，就是这大概是我近一年来最接近大自然的一次吧。这边呢是一个非常清幽的环境，来给大家简单看一下我们这次的房间。整个房间走的是一种木头复古传统的风格，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小客厅，然后有两张单人床，那我们看到后面就是一大片的草坪树林。然后这边呢，这样走进来就是一个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泡澡的这个叫什么澡盆浴缸，然后整个风格其实我觉得是现代跟传统的结合，因为你看它有这种比较现代工艺的材质，然后搭配像木头这样子的元素，所以其实配起来有种意外的协调感。现在这边呢已经是有茶汤，就我们随时可以进来泡澡一下。走进来呢就是淋浴间跟厕所，简单小小的 room tour， 还有这个冷泡的美人茶，然后这个是美人茶冻。That dreams could be so lonely, and now that I know, I don't wanna dream alone. Will you dream a dream with me? Will you dream a dream with me?
这个呢是樟树，然后刚刚说折断的那一瞬间是像樟树精油最香的，喂，超香的。我只是我现在在想，我要掉在哪里是个重点。刚起床，现在要去吃早餐。现在是跟母亲大人的出游时间，然后我今天是妈妈的专属摄影师。刚才黄妈咪是我的专属摄影师，现在我是她的专属摄影师。请问你想要呈现一个什么样子的感觉？你是跌下去吗？不是，我一坐下去，她这边就陷下去了。哦、OK。Had to ask a question if you happy, girl. I'll change your mind anytime in this happy world. Let's go and kick it, you and me, and see what love unfurls. Cause girl, I bet you love some tugging on them lovely curls. Hold up, a week up after that, believe we started dating. My heart was racing, but never felt my time was wasting. My mind was chasing, ain't no debating. I'm feeling you, and trying to get together, figure out what to do. Even after some disasters, we were making it work. But never did I ever think that you would do in the dirt. Stay cute while you smile in your brain.New skirt, just happy that we've been together and we never get hurt. So say. 喂，我们现在正在游园，然后刚发生了一件有点悲伤的事情。大家看我的口罩，看吗？它断了。哎，还好这边地大，然后方圆百里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的人，暂时还算安全的。那是什么？那是鹅吗？黑天鹅。黑天鹅。它的嘴巴是红色的，妈咪。嗯，就是那个头。哦，他头 ，sorry。以前的人家里真的都长这样子吗？欸、好神奇哦！哦，有口罩。妈妈现在真的很着迷于折树枝这件事，哎，她已经沿路这样折。博文，哦，这真的香，真的香。
下，我现在很想睡觉，原因是我真的很想睡觉。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30，然后，Hello, good morning. 今天我们刚刚吃完早餐，然后现在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们应该还有现在是几点？现在是9:30，然后我们11:00就要 check out， 然后之后就要回台北了。这里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就我觉得没有很多年轻人会选这里做度假的地方。不过呢，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山林，然后很喜欢放空的朋友，我觉得这里真的就还蛮适合的。我跟你们说，这个住宿券是定商周赠品吗？请问我这次陪你来，你有开心吗？当然，出钱出力，我当然开心。我们昨天还有买了一些纪念品，这里其实卖蛮多那种在地设计师啦、在地的小农啊的一些产品。我们家其实真的很少很少会一起出门玩，更不用说是这种就是很放空的行程了，你知道吗？其实就算是现在，我觉得我们要全家一起出门也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情，对吗？对。如果有一天我们三姐妹都在家的话，可能比较有机会可以托我爸跟我妈，我们大家一起去某个地方玩个2天1夜。我们也不要太奢求说3天2夜，我觉得2天1夜就可以了，毕竟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也不是太好，你知道吗？嗯的，好的。然后还有什么呢？By the way，我回台湾之后发现我还有这一盘，直接又晋升了我心目中好用眼影盘的前3名。超漂亮的颜色，好，你看不出来。虽然说这个地方如果你真的要我选的话，我可能它不会是我的第一选择啦，因为它就是太亲近大自然了，然后大家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喜欢亲近大自然的朋友。不过如果你想要来这边放松啊，然后体会一下那种比较古色古香的富有人文气息的体验的话，我觉得这里真的是蛮漂亮的，而且地很大。我昨天查了一下，这里有27公顷耶。27公顷是什么概念？然后我昨天换算了一下，是我香港家的大概8300倍吧。很大很大的一个地方，就你一眼看过去就是一大片的草坪，一大片的树林，一大片的竹林。你们会有跟家人一起出门玩的习惯吗？我们家是真的真的很少，所以这次经验其实对我来说也蛮特别的，也是老实说我真的也蛮不习惯的，因为一般来说出去玩我们就是都自己玩自己的，可是很少要跟，就很少会跟家人一起出门吧。然后大家跟爸妈出门有遇到什么问题吗？我们这次是还好啦，只是很好奇大家跟爸妈出门会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可以分享。哎呦，今天的眉毛怎么这么难画？我们俩退完房之后就差不多就要回台北了，时光过得非常的快。我今天两边眉毛是不是长得非常的不一样？哎呦，其实我妈新闻的接收速度比我还要快很多，她昨天居然比我还要早知道金宣虎的新闻，她还把手机拿来给我说，哎，这是你喜欢的那个男主角，重点是你居然认得出来他是谁耶。因为我妈之前就是被我一起入坑了那个机智医生生活嘛，就我妈就开始会做很多功课对于韩剧。啊，我们现在整理好准备要回去了，开心吗？要。 Is this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 until your heart breaks. Yeah. You're gonna have to hurt.